阿斌，来真系平安咧。你讲问我，原来黄经理甲老爷王爷的资料，拢是你提供出去的。老师今嘛就是来创互你死，才会去报警。讲昏的迄天被拍死阿瑶的枪击犯是你指使的。伊都唔惊，我警察抓去了，家己警出来。伊就连我都处理啊。你是安怎要甲他斗散啊？你嘛知影多和建设是用我的名做负责人，即马出代志啊！老师马上就切开你哩，爱我一个人担啊！我明早就甲你讲过啊，对伊来讲，你甲我拢同款，只是伊的基金尔。伊甚至阁怀疑我甲你联合起来反背伊啊！我对伊遮尔失重呢。结果是受到这种对待，我无可能再继续讲落去啊！那你即马怕什么样那种？我要做污点证人，我要用老师的犯罪证据来往外做。你阿刚有啥物资料同我斗相共的？我遐资料，我来收在你看，暂时无得提供。一定要紧啊，趁伊未好准备啊。你敢知啊？阮太太刚才要跟阿总讲，我嫌我家己的亲人就唔敢联络啊，那有可能佫关系佮你遐去啊？请你想办法去了解一下。尽量跟我太太道上啊！好啦，我尽量啊。你即马等你和警方通过，手机啊应该咪叫监听啊。咱以后联络就用这个手机啊。我将相关的证据整理好势，咱报警联络。阮太太甲查某囝的代志，麻烦你。好，我会再甲你联络啊。阿斌，我接你电话，敢有安全啦？伊对囡仔的这样失踪，敢真正会犯规？你应该知影，我一直都会等你，希望你能欢迎家己去。路歹